在硕士的这两年是过得还蛮开心的。然后因为我们大家都要毕业了，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大家毕业后去其他地方的时候，还是会有机会会遇到这位，所以希望大家毕业快乐，然后加油。我是哲豪，感谢大家这两年来的照顾。我们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同学，也有不同学校跟不同年龄层的同学。我们就因此在这样学习了蛮多，也有同学互相帮助，有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工作经验。就谢谢大家这两年来的照顾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海的陆敏轩，今年是传四甲。也是毕业生，虽然这学期跟学长们处的时间非常短，但是，就祝学长们毕业就是新的开始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德颖。那在这边呢，首先要很感谢我的老师陈文平老师，当初也是因为他，然后让我知道有树科大应用设计研究所这个科系，然后让我能够接触到不同的领域，然后跨我自己室内设计这个专业的领域，然后接触到其他不一样的一些专才。那在这边其实非常谢谢各位同学两年来的支持跟大家互相的交流。那要毕业了，也希望大家也都能够一切顺利，然后平安喜乐。然后再一次的谢谢我的老师陈文明老师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维玲，非常感谢这两年的时光上了这个文平老师的课程。那文平老师的课程呢，非常这个丰富以及精彩。我在文平老师的课程里面学到了很多的一些才艺，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的油纸伞，还有一些创作。那这些创作，还有这一学期呢，又学了制作影片的录制，这些都是以前我们所不会的。可是文平老师的课程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，很简单易懂明了，又可以让我们自己发挥到很多的创作。我们要感谢文平老师，谢谢文平老师，谢谢。还有也要谢谢我们的同学，像德林同学，我们这一班年轻同学，我年纪最大，可是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，因为太久没有当学生，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一些创作，还有他们的作品，让我感觉到非常这个惊喜，很棒。还有感谢我们的导师，我们的导师也很用心，那每一年呢都很关心，然后不时的在关心我们在学习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这个瓶颈，需要他来辅导协助。还有谢谢我们所有学习的一些课程的老师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大家好，那个我是硕二郑俊忠，那快毕业了，那希望未来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。那这两年很开心认识你们。希望大家互相帮助，很感谢你们。那也谢谢老师。那未来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。那我献唱一首歌，是有关毕业的歌。是你在我悲伤时牵起我的双手，让我不再一个人哭泣。是你给我勇气面对每个难题，就算绝望也不会放弃。一年四季风风雨雨，是你陪我经历，揭开花絮，青春延续，朝着梦想前行，奔向梦想蓝图。谢谢。好，以上的歌词再次。好，以上的歌曲献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鹏程万里，谢谢。即将要毕业了，那在应设所这两年期间，遇到了很多好朋友，那也遇到很多可贵的老师们，这样，那谢谢你们大家陪伴我这两年。
的研究所时光。那也祝福我所有的跟我同届的同学们能够鹏程万里，前程似锦。